我们为什么追求完美？因为最遗憾的不是失败，而是我本可以坚守本心，打破常规，在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。就像一件完美的防晒服，足够防晒只是基础。我希望它是不怕洗的，洗再多次都可以保持原有的防晒力。我希望它是百搭的，无论什么角度都是一件美美的小外套。我希望它是冰冰凉的，纵使烈日炎炎也自有一番清凉。我还希望它是精致舒适的，即便被忽视的细节也恰到好处。蜜橘三年精雕细琢，防晒核心技术再升级，满足你对清凉和时尚的所有期待。这个夏天和蜜橘一起美美的享受阳光。2023全新升级，诚意制作蜜橘，敢晒同样防晒。